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井柏然。我现在在跟 Eve 姐聊书籍，她跟我说你们常常会熬夜，去在刷我，关于我的一些事情，所以为了表达。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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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. 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，先吃哪个好呢？这个甜点看上去不错，要不要我喂你啊？自己动手啊，逗你的。你呢，每天要好好照顾。